本台消息，3月12日上午，夏威夷华人华侨举行仪式，纪念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92周年。夏威夷当地各华人团体代表近100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。纪念仪式在夏威夷中国城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进行。侨界各团体代表怀着对先辈的无限崇敬，向孙中山铜像三鞠躬，并献上花环，共同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。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 Honolulu 报道。